这个大殿里面，皇帝每三年要到这举行一次科举考试，然后在科举之前，皇帝呢要经过当地的三层机构，然后才能进入殿试。那三层机构呢，就是乡试、会试和贡试，然后才能进入殿试。殿试的时候，由皇帝亲自出题，指定了大学院线。 签字名叫状元榜眼。来，来，到了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好的，谢谢你啊。
哎，我碰到近拍一次，我刚刚拍的。